贵，身发财就荷包中啊胀，有田就有地，富甲一方，可惜冇功名，成日俾人唱啊，无离贵格难登大雅之堂。今日远太爷未服私房，听讲路过我哋条乡，我立即就打蛇徐君相，招呼佢保你，我苦堂。嘿，一回生两回熟，以后同阮太爷做埋老板啊，我睇边个仲够胆睇我唔起。殷勤恭请接风有陈阳，美酒徐亮，不过此刻有啲心慌，以高官相见面怕唔识礼，数一下失言就停扬，凡事要小心，缩颈缩膊咪嚣张。老爷，阮太爷驾到，列队出营，列队出营。我唔使咁大礼，唔使咁大礼。你光临寒啊些，俾啊面啊我。你光临寒些，俾面啊我，令我威风啊铺，令我笑波。乜说话呢？原来我下乡巡视下啦。哎呀，送了多过多哎，多多好在得你招呼我走到啊，令太爷我笑呵呵。大老爷，嗯，寒舍地方浅窄，请到里边叹翻杯普洱啫。哦，饮茶，请，哦，请。请请请请哦，唔使客气，请坐请坐，一齐一齐请坐请坐，上茶上茶，哎，嗯，好，请饮茶，请饮茶，得，诶，呢啲普洱茶饮落去又香又滑，正嘢嚟喎，百几年啊，真系啊，咁啊饮多啖啊，啊，唔错。系啦，阿袁凯啊，我哋啊倾咗咁耐啊，我都仲未曾问阿袁凯你诶贵姓咧？问我，梗系大老爷实在咧旧姓啊，情居然问我贵啊姓，客气之中见出他有热啊性，官职虽啊大。无眼国高盛气啊令，仲不似下文，我受宠若惊，要答得合礼仪，自当恭而且敬。你真系问我贵姓啊？我梗系问你贵姓啊，咪仲问边个先得噶？大人问我使乜问贵姓啊？姓咩咁咪得咯？又得，咁你姓乜啲？姓乜嘅？唔使唔使借过哪个啊嘛？大人有所不知啦，小民姓乜嘢都唔知，不如请大老爷你做主啊！嗱，乜你自己姓乜都唔知，仲要我同你做主？系啊，大人。
真系问嘅，傻都未问，笑到我机碌啊啊你啊！我与你三唔识七，点知你姓三啊？明啊谁？你姓李亦或姓王？他大人果然犀利啊！开口呢一股全都对，过几姓啊王又姓李，下期个仔啊生啊！其其上有家其，系人都只有一个姓嘅啫，做乜你姓王又得，啊姓李又得嘅咧？真系咯！我本在王家出世，点知刚满月姐就变咗孤儿，后来娘亲改嫁，我跟住入咗李氏门啊未？哦，原来你系由饼仔嚟。哎呀，大人你真系英明之至，英明之至啊！一眼就睇出话由饼仔，所以我哋先姓王后姓李，咁咪就姓王又得，姓李又得啦。咁都得啊？啊我真系服得你好紧要啊！大人过奖，大人过奖。啊，系啦，阿王你原来 啊，其实你咧都仲可以有第三个姓，仲有第三个姓添啊！系，咁咪可以破吉尼斯纪录咯。嗯，使乜讲？咁你想唔想要啊？一切请大人作主。好啊，咁就听住啦。我姓余，我姓余，如你虽得初次面对，总算有拉更在亲一列，你完全可以跟我姓下余啦。非故非亲，点能够高啊攀跟你姓啊？答应啦，梗系可以啦。嗱，我系七品嘅县太爷，有名嘅父母官吓。因为老母老豆都系我。哦，你哋呢啲黎民百姓，冚唪唥都系我嘅仔女。咁你话啦吓？仔女跟父姓是不是好天经地义呢？哦，是吧，老豆就不怕多，嘿，难得大人咁睇起我，我一于跟埋你姓李，咁即是话王李余啊。好一个老豆不怕多的王李余。老爷，接欢宴已经摆好，请大人到二厅用宴。有得食，有得食啊！啊，咁啊，请啦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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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丰富啊！大人，嘿，请，请，请，饮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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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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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起筷，随便起筷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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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唔客气啦，吓。嗯，鸡好靓喎，好有鸡味喎，吓，系啦，黄李元帅啊，嗱，我哋而家饭就食过啊，吓，酒啊斟过啦，啊，系亲戚都认埋啦，咁我就好想问下你啊，今年几多岁咁咧？问我几多岁啊？嗯，一切由大老爷作主。哎呀！你嘅岁数啊，我话点同你做得主噶，系嘛？哦，唔通我话你四十，咁真系四十；我话你五十，咁真系五十咯。嘿，大人你真系英明之至啊！一注就俾你夹中晒，我又一注夹咗。系啊，好到我岁数，你大人真系一匹布咁长。话说喺十年前，高梅人婆
话要我同一个情况咯，情况。嚟咗啦！哎呀，我啦，坐啦，坐啦。哎呀，袁爱，乜你鞋鞋声愁眉苦面噶？六哥，开讲都话人生有三大苦啊，就幼年丧父，中年丧妻，就老年丧子啊嘛。三件事，我只谂两件啊。嗱，啱满月啫，就死咗个老豆，40岁连老婆都死鬼埋，唉！袁爱，过去嘅事咧就唔好谂咁多啦，你仲大把世界噶，真系？真系啊，袁爱，你有万贯家财，好多人都敲杀你咧，发哥。哦，我变咗发哥。喂，好多人偷我？系啊，等我再头落福咯，包你娶得美人儿呀你。嗱，呢啲就叫做人生第二春啦。喂喂喂，我4张几嘢噶啦，有鬼人偷咩？系啊，袁爱，开讲话捧镬用泥茶，媒人靠大话呢发哥。真噶，真噶，我六姑啊，从嚟都唔讲大话噶。哦，有朝有事成，你妈我定，你打挥双脚，也不需见得话，含生一切事情，百亩良田，银子数不得清。自在你儿女兼有王父名，不是立精包你成。嗱，好快就会有好消息噶啦，你唔使慌。咁啊，当时嘅媒人佢话同你问紧乜咧？系当时佢话可以同女家讲，话我只得30岁啫。咁点解如果媒人冇啊，同你？咁啊，六岁就系咯，所以话人咧，你话我50岁又得，话我40岁又啱咯。哎呀，王李元，李元，你真系100岁唔死都有新闻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计你后生啲啊，就计你40啊，40系啦，王李元。咁你嘅生日系、一切由大人作主啊，由我做主。哎呀，你真系混账啊！王李儿啊，王李儿啊，啊！头先我问你贵爷姓啊，又问你贵爷根。喂，我都系随口估下。就冇乜费神呢，嚟嚟嚟，好似跑马射奔，撞啱都系行运啫。至于你几时出世，我又唔系你嘅相亲。唔通初一30就乱咁諗喇喎，话你系子时出世，真系子时出世，话你系亥时生，咁真系亥时生啊人啊。
人，你唔系人。乜嘢？你够胆话我唔系人？唔敢，你听埋落去先。你唔系人啊，简直系神，我差啲吓死丧尽魂。你胡夹运，蛊惑神，全心搞斗阵。你话我系神，你唔系人，咁你即系话我唔食广东米嘅啫。大人大人，你千祈唔好冤枉小人啊！大人，你虽然唔系我老豆，但知道晒我生日与时辰。你话我三十出生合我身份，话我初一出世，亦珍珠都冇咁真。唉，出世啊，只有一个时辰啫，唔通只是亥时，你都有份？冇错冇错，话说五十年前年三晚，我娘亲作弄，系啱分娩时辰。点知人算天算差好远，我母亲啊当晚有排阵，年三晚子时我已经放眼看世界，但系直到初一亥时我先脱离生产线，所以三十、初一、子时、亥时都是我的生日。大人啊，果然明察秋毫，嘿，实乃百姓之福，朝廷之幸啊！实在恶啃吹牛话，似吞咗两只虎，应顺服撞牛栏咁。大人，你做咩啊？上楼啊！大人，一切由你做主。